唉，真系穷到死，银包里面又所剩无几，成日左腾右腾，工作又忙到飞起，每次煮亲都系极品，今次又只得几蚊鸡，究竟可以只搣鸡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一家之主。求其煮一个菜式都要几十蚊先至有得食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呢两个经济嘅菜式，用芽菜嚟煮，真系简单经济，易煮兼好食。芽菜只需5蚊鸡，烟肉20蚊，真系几抵。连同青瓜一条仔，马上就有好气体。呢啲咁嘅普通芽菜喺街市随便都买得到，唔使走到去深水埗。选择新鲜嫩口嘅青瓜，要带光泽兼够脆绿，先至食到清甜嘅青瓜肉。跟住就系呢包20蚊就买到嘅烟肉，煮两个餸都只系用半包，冇钱都唔使嗌交。芽菜5蚊鸡，究竟有几抵？我都有啲好奇，一冤枉嚟睇一睇。有成400克，真系分两份，煮多个菜都仲得。要啲芽菜够爽口。食落感觉好品质，咁就要洗干净啲至得。秘诀就系一浸2冲3漂水，咁就可以洗得非常干净，食落舐舐嘴。芽菜先浸佢15分钟，污垢杂质自然就会松，跟住再将佢冲一冲，大肠杆菌都会失踪。最后攞出两个大格西。再轻轻攞起啲芽菜仔，温柔地平均将佢分开2等份，然后等啲芽菜慢慢隔清啲水分。原来真系要认真洗，大家睇睇个盘底，真系有好多杂质剩低。芽菜只要认真洗，唔单止会变得更好睇，唔好睇少呢啲芽菜仔，里面含有多种嘅营养，包括酵素、氨基酸、维他命、矿物质，样样齐。只要认真洗一洗，将佢冇用嘅杂质清走，芽菜嘅营养价值、各种矿物质、钙、镁、钠、铁、钾等等，都可以完全留低。跟住切埋啲青瓜丝做配料。将啲青瓜洗干净，连皮切片，要切得佢细细条。其实可以嘅话，打斜切啲青瓜片就可以大片啲。再切青瓜丝，咁就可以又细兼长啲。其实都系食落肚啫，使乜咁鬼麻烦咁多爹？其实咁都唔算好烦啫，学识咗，下次就唔好咁 hea。接住准备埋啲烟肉，20蚊包，有6片，两个菜式加埋都只系用3片。咁经济嘅菜式真系值得推荐。咁就先攞起呢2片，一阵煮熟咗，再摊冻佢之后，先至再相见。要煮好呢个日式凉拌芽菜，首先煮熟2片靓烟肉，只要用滚水淥一淥，唔使一阵佢就熟，然后摆起，放埋一边摊下先。跟住亦都将啲芽菜同样淥一淥，水滚淥芽菜。大约只需煮佢1分钟，再滚就可以起菜，唔使睇住个钟。跟住隔走啲滚水，然后慢慢摊下佢。喺摊冻芽菜嘅时候，攞出刚才煮好嘅烟肉，将佢平均切开，然后搭埋一齐，跟手将佢又咁幼就切咁幼，但系最紧要就顾住只手。材料准备好，这个日式凉拌芽菜就可以开始做。首先倒入清甜青瓜丝，跟手放入香浓烟肉丝，最后加埋煮熟咗嘅芽菜丝，然后适当地
将啲调味料每样加翻啲。哇，咁快就加好晒啲调味料，攞起架撑，认真将佢翻几番，见啲芽菜彻底入味。呢个日式凉拌芽菜嘅制作过程就系咁简单，我都嗱嗱声整翻碟，慢慢摊。呢啲芽菜嘅料理要煮得好食，其实有好多种方式。可惜好多人以为佢冇乜营养价值，其实欧美、日本、韩国嘅专家都极力推荐，话佢经济健康兼好食。呢啲芽菜咁有益又好食，一于马上做多个菜式。顺便同大家分享一下煮芽菜嘅冷知识。首先倒入一半热滚水，然后加啲适量嘅冻水，调校至温度大约50度嘅暖水，跟住将啲芽菜浸一浸佢，大约1分钟左右，芽菜就会变得更爽脆。呢个系日本流行嘅煮芽菜方式。我今次一于试下呢一个新招式，跟住落嚟嘅呢个菜式叫做日本芽菜烧，材料只系得少少，就系只有芽菜同腌肉呢两种简单嘅材料，切埋呢啲腌肉就搞掂晒呢个菜式嘅所有材料。跟住就攞出一个秘密武器嘅胶袋，无论系密实袋或者系冇用嘅胶袋，只要冇穿冇烂嘅胶袋，就可以稳阵地装好呢啲咁靓嘅芽菜。跟住将啲切好嘅腌肉放埋落个袋，跟住等都唔使等，加埋啲生粉。其实最好就将啲腌肉分散佢，咁样就更加容易捞匀啲芽菜。再将个袋认真扭紧，用最温柔嘅力度起势将佢系咁筛，系咁熬，目的系要将啲腌肉同生粉能够同啲芽菜捞得更加均匀。摇咗一阵，应该都够晒均匀。一于将佢放低，因为我同佢都要唞一阵。接住落嚟，攞出个煎 pan， 落啲油。开大个火，烧到佢啪啪声，然后再转翻用中火，将大约一口大小嘅份量嘅芽菜分开放落个 pan 度，由得佢慢慢煎一阵，大约1分钟左紧。如果已经见到金黄上晒色，就可以反转佢煎埋另一边，唔使再慢慢等。大家可能会奇怪，啲芽菜点解唔会散？因为加咗生粉就系咁简单。跟住冚埋个盖，转中细火，再慢慢煎佢分零钟，唔使一阵。这个菜式就已经完成，真是既简单又轻松。做这个菜式真是只需几分钟，搞一阵就成功。而且计一下，成本真是平得好阴功。芽菜半份只用了2.5个，腌肉一条计起上来不用5蚊鸡。虽然成本只需少少，但要食得美味可口，其实最紧要就是做埋呢个酱料，用咗旁边著名嘅材料捞埋一切，唔使一阵就完成了。
今次介绍的这个日式芽菜烧，材料可以煎出六口大小，每啖都只是一蚊多少少，不单止好吃，真是好看经济，兼且非常之超值。而这个日式凉拌芽菜就更加人见人爱，成本十蚊都不用，只要做定放在雪柜，吃几多可以拿几多，确实真是美味，经济兼实惠。